昨日晚间，美国著名网站 The Athletic 的记者查拉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奥兰多魔术队老板里奇德沃兹因为感染引发的并发症在家中离世，享年92岁。德沃兹何须人也，他生于1926年，是著名直销公司安利的创始人之一，他也被誉为美国直销业大王。奥兰多魔术队在1989到1990赛季加入 NBA， 1991年德沃斯出资8500万美元收购了奥兰多魔术，在他的打理下，魔术队迅速在联盟崛起。1992年以状元签签下奥尼尔后，魔术队曾经于94到95赛季杀入了 NBA 总决赛，此后魔术队还曾打进了1995到96赛季的东部决赛，2008到09赛季进入总决赛，2009到10赛季进入东部决赛。在20多年的时间里，魔术队也涌现出不少的知名球星，麦蒂、奥尼尔、霍华德等等，都是从魔术队起航，逐渐达到职业生涯的巅峰。2018年2月份的最新统计显示，德沃斯的身家达到了54亿美金。遗憾的是，这位92岁的老人在有生之年还是没能亲眼看到魔术队捧起总冠军奖杯的那一刻。